你赶紧松手，不然我把你腿给拽断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大梅，今天来赶海了。今天是女神节，提前祝所有女神们节日快乐。往里走吧 ，Let's go。哇，这么大一个海参哦，这个是刚刚退潮，你看它都要被晒瘫了，还在动哦。哎呦，一坨一坨，你看，这个应该现在还能吃哦。如果我来的晚一点的话，它就直接晒成水了。哇，这大嘴巴子，收下，漂亮，是不是像油条一样缩起来了？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扇贝，怎么还有个洞洞？哦，这个只剩下一个空壳了。这边有个洞，用铲子挖下，看有啥。我看到它了，好像。啊，哇塞，这个是个大家伙。哇哇，好大一个月牙贝哦！这个是一个特别大，这月牙贝好大。平常的话大概是这么大的，今天挖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大家伙，长得特别像月牙哦。哎，这个收下。惊蛰一过，很多海鲜都出来觅食了。最近渔船出去的特别多。哇，这个大家伙，哇，这么大一个大长腿啊！哇，你看它这个吸盘哦，我的妈呀！哇，你赶紧松手，不然我把你腿给拽断了。哇，天哪，这个太长了。春天到来了，很多海鲜的话都出来找男女朋友了。你看，这个估计也是在等着交配啥的。可是毕竟年龄太大了，好长哦！我的妈呀，太漂亮这个，好大，1.8米大长腿。这个皮皮虾，这是要给自己挖个坑给自己埋了。你看，挖了这么多，还在挖呢，我这小腿倒腾的。哎呦，还挺暴躁的。哇吼，收下。这个眼睛，你看。这个是在闭眼睛睡觉呢。哎呀妈呀，回了，好了。Come on, baby, let's go。现在这小短腿好特别多，你看，漂亮这个，收下。毛蛤一个，这边好多海猫子，因为毛蛤的嘴巴闭得特别紧啊，海猫子也吃不了它。这个轨迹太牛掰了，你看。海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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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太可爱了！这个小触角，好硬啊！这个，收下，太漂亮了，直接给它刨出来，3、2、1，噔噔噔噔，哇！你看这小嘴唇子，烈焰红唇的，毛蛤一个，收下。好久不见啊、哦，千人间，这是老弟还是老妹？这个是老弟啊，孤独的人注定是孤独的啊！哎，脱单吧，早日。古包必有货，是什么货？是花甲。梭子蟹。啊，这个好像一个真的，但一开之后这个是一个壳。今天收获还是可以的，大长腿，然后挺多的，但是没什么人在海上。啊，走了，回家了。今天做一个猪肉炖八爪，我教大家处理一下这个八爪啊，把底部的牙齿去掉，然后做的时候要把吸盘给处理干净，因为吸盘里面有很多泥沙，我建议大家把内脏要全部去掉，因为爆头的话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。这个白色的给它留下来，这个白色的是它的大米。放入五花肉，放上葱姜，八爪鱼变色捞出来，加上白糖，倒入猪肉，放入阴姜，加入少许生抽，少许料酒，少加一点老抽，放入粉条。放入八爪，
这些。好，嚼不烂哈。可，来走一个。不是给我了。老规矩，每天开开心心。哎呀，就要我妈酿的这个酒。跟着梅爷走，有酒有肉，不发愁，干了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这个菜还是很不错的啊！喜欢大梅的记得给我点赞、评论、转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